天呐，我这个嘴巴怎么一天比一天瓢了？捂了个大雨，捂了个大雨啊！欢迎新建的朋友啊！这个的话是我们的领克零三啊，领克零三这款是那个1.5 Pro 的，1.5 Pro 指导价是14.88啊，14.88，办下来的话大概16个的样子啊，大概16个的样子。然后像这款的话是一款轿车车型啊，其实我们零三的车主的话，感觉还是挺多的哈。我见过的车主零三都挺多的啊，而且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那个。三缸啊，真的很多人会担心，就是三缸机开久了会出现抖动这样一个问题啊。就上次的话，我也是在直播间谈过这个问题。我们是有那个车主啊，有咱们零三的车主，他就是自己的话亲身的一个体验，就是说咱们这个零三的这个车，他开了很久了，真的开了很久了，然后也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啊，也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。而且咱们现在用的这个三缸的话，和以前的那个三缸是不一样的，他用的是这个全新一代的三缸啊。掉不了，掉不了，502。